Hello， 我係 Becky， 眼淚因為我好中意喊，跟住通常喊嘅時候咧就好想畫畫，咁就唔會將啲負面嘅情緒咧就唔知喺邊度爆發出嚟喺個畫入邊去 express 出嚟。電影因為我成日畫緊畫嘅時候都係睇緊電影，跟住我好中意睇電影，好多靈感都係電影嗰度嚟啦。俄羅斯唔知點解我細個成日畫嗰啲嘢都係畫一啲俄羅斯嗰啲建築物，我覺得嗰個地方嗰啲色彩好似影響我嘅細個嗰陣時想象嗰個世界。Atlantis 亞特蘭提斯啦，因為我覺得一個很神秘的傳說或者一個地方會令你可以思考很多會不會存在的一些世界，我很多畫的東西都是會想一些會不會存在一些不同的世界。自由因為畫畫其實就是你可以怎樣去 express 自己都可以，所以那個是一個最自由的空間。夜晚我覺得夜晚是一個最多靈感的時候。愛啦，愛是因為我覺得所有世界上所有發生的事，好像最終那個答案都是愛這樣的。師傅啦，因為剛才師傅說我一定要寫他，還有師傅是教我最多的。Space 太空是一個可以令你有無限想像空間，不知道這個世界外面其實是什麼，所以很多畫的東西都跟太空有關。死亡就是也都是一個不知道的空間，不知道的世界，所以令你都會有很多想很多東西，很多可能性。 You're watching Toys TV。You're watching Toys TV。唔正經嘅，應該正經要拉低。